哦，无人机可以这么大哦。对啊。啊，这样喷洒农药还有营养液都可以呢。阿哥撒肥料。撒肥料也可以哦。哦，请联络一下赵春茂啊。哦，联络一下赵春茂。哦，很需要帮。哦，无人机可以这么大哦。对啊。啊，这样喷洒农药还有营养液都可以呢。阿哥撒肥料。撒肥料也可以哦。哦，请联络一下赵春茂啊。哦，联络一下赵春茂。哦，很需要帮。哦，这什么机器啊？这叫无人机哦。这喷洒农药，喷洒那个营养液也可以哦。对啊。果园，喷洒营养液，果树也可以。联络赵春茂啊，赵春茂。哦。嗯，哦，这么大台的哦，无人机也有这么大台的哦，那可以载多重啊？你看。然后载十几公斤啊！哦，完了，这喷洒农药还是果园营养液，喷营养液也可以哦。请联络赵春茂啊。稻作是200块哦，是怎么算的？一分地200块。哦，稻作喷这个农药用无人机的呢，一分地才200块哦，很便宜的啦，很便宜的，值得赶快联络。一分地，跟他超的价格东西啊。农药加肥料拢是将农家提供。哦，农家提供啊，农药肥料农家提供啊。有，哎，赵春茂先生是用无人机来帮忙喷营养液啊，喷农药啊，喷一分地才200块而已哦，这么便宜哦，啊，你等了年同地农地农一两分呢，啊，你作秀个啊，赶紧联络啊，这值得哦，支持青年，支持青年创业，服务范围哦，很广哦，台南县的也可以的，台南县的。台南市的，然后货币的嘉义都可以的啊，很便宜的，一分地才200块而已，很支持青年创业哦。哇，赞！哦，啊，这是用偌济伏特的，这机器这么大呢？哦，点滴，我来当给你看点。哦，这机器这么大的啦，啊，无人机哦，喷洒农药啊，卖果园的喷洒营养液哦，请连。哦，玉米田也可以喷哦，玉米田喷营养液，喷肥料，营养液加农药，营养液农药玉米田啊，因为为人玉米是用喷营养液啊，玉米田也可以喷哦，玉米田喷营养液，喷肥料，营养液加农药，营养液农药玉米田啊，因为为人玉米是用喷营养液啊，是喷营养液，请联络哦，一分地很便宜哦，但是我们知道价格。哦，玉米田的比较贵了哈。后来哦，你看这么无人机这么大呢，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哟。六个机翼。六十二六。这无人机啊，喷洒农药、营养液啊，玉米田、稻田，哦，果树都有啊。联络一下赵春茂青年创业哦。啊，这40几伏特的电机哦。两个电池放你家。哦，电机啊。一只足够了。哦，这无人机这么大台哦，哦，喷洒农药、果树啊，哈，那个喷营养液的玉米田也可以哦。哦，这电机电40几伏特的也有，20几伏特，这哦，50伏特的。哦，50伏特这么大的电机哦，慢慢不会也慢慢耗电。哦，啊，不会加存。43伏特个。哦，爱电机啊。哦，还有啊。哦，大开眼界啊！无人机有这么大台的哦，可以喷农药，可以那个果树喷营养液，玉米田的也有，可以哦。目前那个稻田的一分地才200块，很便宜呢。哦，赶快联络赵春茂啊！哦，一种哦，就是稻作的哦，稻作了哈，就是一种佃农一种，以后因的地也是拢整片，就是用两折货，那个可以打折。哦，也可以打字的哈，有，可以考多还可以打字，有，就是人机考试，还要考试呢。爱科一是分公斤级，哦，公斤级的，这也2公斤，对，2公斤到15公斤爱科，爱心科一个学科，哦，学科，学2公斤到15公斤，哦，爱再科过了，该科15公斤。搞25公斤哦，科科这干哦，要喷这个农药的，还要先考试。那是科鬼非常喷洒。要先考驾照。阿华进科搞15公斤。哦，已经考到15公斤了。哦，优秀人才，支持青年创业哦，赵春茂啊。
哦，无人机喷农药，果营养液，玉米田稻田啊啊！这机器在哪里买呢？这么大呢？机器很贵的哦，无人机哈、哦，创业要成本也要很贵的，很便宜哦，一分地才收200块稻田的哈、啊，稻田的目前一分地大特价还一，还蛮贵哦啊！拿着无人机的电池。电池就要2万多块呢，无人机的电池就要20000多块呢。哈、啊，电池是上大的耗材、啊。支持一下哈，青年创业啊，无人机喷农药、喷营养。现在有60%是电池是。原来电动车跟那个无人机都是电池很贵的。对啊。电池很贵哈、哦，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这一颗电池就要20000多块哎哈，这电池就50伏特的，喷几个小时啊。哦，这个爱充充差了能充200-300次，该换新。哦，这电池很贵呢，一颗就要20000多块的哟。哦，这无人机喷洒农药了，营养液了，玉米。这一直是台湾的公司组装。哦，台湾公司组装的，无人机。爱在组装喷农药，营养液组装料嘛，是爱甲民航局一种申请，才当公布的。哦，对，哦，这个是有安全认证的呢，要用的人呢、啊，要经过考试通过的呢，支持青年创业啊，一分地200块而已，稻田喷农药、啊，哦，这个无人机喷农药还要用到遥控器的呢，哦，这个电池很贵哦，一颗电池就要2万块左右呢。哦，充满电50伏特左右，用到43伏特左右就要再充电了。可以载那么多重的农药，还有或者营养液啊，玉米田啊，稻田啊，这当果园都可以用啊。16公升哦，一稻田哦，每分地才200块，很便宜啊。支持青年创业啊，支持青年。哦，无人机可以这么大哦。对啊。啊，这样喷洒农药还有营养液都可以呢。阿哥撒肥料。撒肥料也可以哦。哦，请联络一下赵春茂啊。哦，联络一下赵春茂。哦，很需要帮。哦，这什么机器啊？这叫无人机哦。这喷洒农药，喷洒那个营养液也可以哦。果园喷洒营养液，果树也可以。联络赵春茂啊，赵春茂。哦，嗯，哦，这么大台的哦，无人机也有这么大台的哦，那可以载多重啊？你看，然后载10几公斤啊。哦，完了，这喷洒农药还是果园营养液，喷营养液也可以哦，请联络。稻村嘛，稻作是200块哦，是怎么算的？一分地两百。稻作喷这个农药用无人机的呢，一分地才200块哦，很便宜的啦，很便宜的，值得赶快联络。一分地，大家晓得价格东西啊？农药加肥料拢是将农家提供。哦，农家提供啊，农药肥料农家提供啊，有。哎、啊，赵春茂先生是用无人机来帮忙喷营养液啊，跟农药啊，喷一分地才200块而已啊，这么便宜啊！啊，一般的连同地农地农一两分两，啊，你作秀啊，赶紧联络啊，这值得哦，支持青年，支持青年创业，服务范围哦，很广哦，哇，台南县的也可以的，台南县市的。台南市的货币，货币的嘉义都可以的啊，很便宜的，一分地才200块而已，很支持青年创业哦。哇，赞！哦，啊，这是用多少伏特的？这机器这么大呢？哦，电池，我来当给你看下。哦，这机器这么大的啦，啊，无人机哦，喷洒农药啊，来果园的喷洒营养液哦。请连哦，玉米田也可以喷哦，玉米田喷营养液，喷回掉营养液加农药，营养液农药玉米田了、啊、哈、哦，因为为了玉米是用喷营养液啊，而且喷营养液哦，请联络哦，一分地很便宜哦，但是我们知道价格哦，玉米田的比较贵了哈，后、哦、来哦，你看这么无人机这么大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哦，六个亿，六十二六，这无人机啊，喷洒农药、营养液啊，玉米田、稻田，哦，果树都有啊，联络一下赵春茂青年创业哦，啊，这40几伏特的电机哦，呀，也电池坑你家，哦，电机啊，几条做搞的，哦，这无人机这么大台哦，哦，喷洒农药、果树啊，哈、哦，喷营养液的、啊、玉米田也可以哦，哦，这电机电。
四十几伏特呢也有，还有十几伏特。谁有？哦，五十伏特的。哦，五十伏特这么大的电机啊！慢慢啊，不会也慢慢啊耗电。哦。啊，不会加存43伏特个。哦。爱耗电机啊。哦，还有啊，会。哦，大开眼界啊！无人机有这么大台的哦，可以喷农药，可以那个果树喷营养液，玉米田的也有，可以哦。目前那个稻田的一分地才200块，很便宜呢。哦，赶快联络稻村茂啊！哦，一种哦，就是稻作的哦，稻作的哈，就是一种佃农一种，以后因的地也是拢整片。有就是用两折货，迄个可以打折啦。哦，迄个可以打折是吧？有，可以考多还可以打折。有，就是人机考试，还有考试呢。爱科伊是分公斤级。哦，公斤级的，这伊个2公斤，对，2公斤到15公斤爱科。哦，爱心科一个学科。哦，学科。2公斤到15公斤。哦。爱再克过了，爱科15公斤。搞25公斤哦，喝要几盖？哦，要喷这个农药的，还要先考试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科鬼非常分散。哦，要先考下执照。啊，我进科搞15公斤。哦，已经考到15公斤了。对啊。哦，优秀人才，支持青年创业哦，大春茂啊。哦，无人机喷农药，果营养液，玉米田、稻田。啊，这机器在哪里买呢？这么大呢？机器很贵呢，哦，无人机哦，创业要成本也要很贵呢，很便宜哦，一分地才收200块，稻田的啊，稻田的目前一分地大特价还一，还蛮贵哦，拿着无人机的电池，电池就要2万多块呢，无人机的电池就要2万多块呢，哦，电池是上大的耗材，支持一下哈，青年创业啊，无人机喷农药喷营养。现在有60%是电池是，原来电动车跟那个无人机都是电池很贵的，对啊，电池很贵哈，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这一颗电池就要2万多块哎哈，这电池就50伏特的，喷几个小时啊？哦，这个爱充充差二能充200-300次，改换新。哦，这电池很贵呢，一颗就要2万多块的哟。哦，这无人机喷洒农药了，营养液了，玉米。这一直是台湾的公司组装。哦，台湾公司组装的，无人机。爱在组装喷农药，营养液组装料嘛，是爱甲民航局一种申请，才当公布的。哦，对，哦，这个是有安全认证的呢，要用的人啊，要经过考试通过的呢，支持青年创业啊，一分地200块而已，稻田喷农药，哦，这个无人机喷农药还要用到遥控器的呢，哦，这个电池很贵哦，一颗电池就要2万块左右呢，哦，充满电50伏特左右，用到43伏特左右就要再充电了。可以载那么多重的农药，还有或者营养液啊，玉米田啊，稻田啊，这当果园都可以用啊。16公升哦，一稻田哦，每分地才200块，很便宜啊。支持青年创业啊，支持青年。哦，无人机可以这么大哦。对啊。啊，这样喷洒农药还有营养液都可以。阿哥撒肥料。撒肥料也可以哦。哦，请联络一下赵春茂啊。哦，联络一下赵春茂。